真的吗？我输了。当然你输了。喝吧。我不喜欢的很。Joshua， 你好吗？Joshua， Joshua， Joshua， 再问一遍，再问一遍。等一等，在我们再问一遍之前，我想进啤酒。干杯！我感觉生病了。我也感觉生病了。这是呢？哇，他死了吗？啊！大哥！哇！喂，你好，瑞佳。柯迪，你在哪儿？大可和 Joshua 在哪儿？他们和我在一起。瑞佳，帮帮我们！为什么？你们好吗？马马虎虎，我们在黑暗的房间里，另外我们被困。捆绑起来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卖掉他们。什么？如果你想拯救他们，来北京吧。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基因组合，我不害怕。我会找到你，我会杀了你。我会把他们还给你，倘若你给我200万。喂，我可以申请贷款吗？我要出200万。200万？你的信用太好，可以出100块。好，我有2个年轻男生，现在买他们是1块钱。我买他们是1块钱。我买他们是2块钱。20万，有别的人想买多吗？我想买他们5万块钱。大可，我们在哪儿？我很怕。50万，我觉得我可以卖比别人多钱。大可，不要想这种事儿。我们要想怎么调移。不用紧张，瑞佳会保护我们。我没能力付赎金。如果你想你的朋友们，你会付赎金的。我为你而来，柯迪。除了我会找到你以外，我也杀你。
你绝不会教导我。我会拯救你们大可和这船。现在我需要拯救我的朋友们。柯迪在那儿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放一个钢钟装置在我的朋友们的手机里。哎呀，我没有想到这一点。瑞佳，你来拯救我们的。对，大可就说你们好吗？我想我们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好的，谢谢瑞佳。看你的后面。瑞佳，你是惊人的，你解开的释放吗？